我这样一晚上回来哦，我妈哈，就兴师问罪的，就叫我说到早上今天要搬出去，不能他要把门锁换了，我不能再进来，我东西不搬没关系，他东西都要把我丢掉，吓死大翻脸无情的。我现在我要搬，那么晚了要那个打电话591，人家都说早上了，早上要去看房子，要栽赃我也要有凭有据。我跟我妈生活好几年，好，她的那个贷款500万，也是我做保的。现在她出了一点问题，好，从上个礼拜就是精神状况就是不佳了嘛。是我一回来就跟我讲说，哈，现在给我搬哦，如果到明天早上你不搬出去的话，哈，就不要再进这个大门了。她要把那个哈大门的锁换掉了，要把我所有的东西都丢掉了。你不会